就小的脏器不怕这样吗？哦，那个什么干龙第二次挑战。シャルダオラのねぶらは高所だ。今我就放弃了。よろしく頼んだぞ。好像太快放弃了。哦，毒眼球还是什么的，感觉不太有用。还是其实它有发挥作用，没发现，不晓得。因为它是掉在地上。那是丢在地上了。那抗风压装也没有完全抗住它的风压，但是这次怎么这么麻烦？远程的是不是听？远程的是不是听说它那个什么远距离武器的会被吹走？我没用过。因为我觉得远程应该还是比较好打，除非很衰被他那个突袭突中。我就戳了我一下，尾巴太高打不到。风，我不是有耐风了，真的。飞了，飞了！哇，超大的风，超强烈的风，还是我在攻击的时候耐风压没用。快死了！为什么这么弱？背夫，在啊，蛮戳好了，真是不用技术了，慢慢戳。那是不是拿个重弩装个盾牌比较好？因为我闪光球，所以给他一个闪光。哇、哦，没有体力，好坑！哇，死了！打不赢。是给他一个闪光会好一点，只是在地上好浪费哦。等他飞上去再来放好了。哇，没事。哦，我好怀念斯套龙，破绽超大，超爽。哇，我会弹刀。不玩了啦，会弹刀，弹刀怎么玩啊？哇塞！哦天哪！刚刚怎么这么坑？哇！我被吹到破坏平衡了，哈哈哈哈！不行了。很扯啦，我猫了，哈哈哈哈，救命，我的猫也飞了，艾露也飞在空中，这怎么打啊？还是撑到下一个场景会好一点。
完全看不到他。哦，不满了，我又回来了。哦，天哪、啊！这真的能打吗？还是我先去打阎王老算了。哎、欸，我抗风压穿满了，可以不要这样吗？这真正还怕鸡。你可不可以移个位置？去下个场景了，好不好？我们下个场景再来单挑。前面是不是有东西可以捡？走走走走走，哦耶！好，走走走走走。哇，走了走了，这个都还可以把我吹走。太要虚了。哇、哦，好烦哦！哎，我看风压大哎，还是我穿错装了？我看一下，没有啊，直风压小大无效啊。哎，这风还不停的，蓝色宝石。算了，没时间，不要捡。觉得这个我可能五十分钟打不死哦。如果是这种风压的话，我没有毒飞刀。哎、欸，当然是我，真的把自己炸死。我炸到啊？没有。有中哎、欸，超爽的破头。没了，哦，没事。哎、欸，又逃了。啊，残刀。哦。不要吐！不要吐！不要吐！跟，我跟你讲，不要吐了，还吐我！哎哎，连吐两次哦！哎，可是为什么我体力没扣 ？bug！ 有 bug！ 我体力最大值没扣。咦，还是有什么保险之类的猫的保险？哇，不晓得。总之我的体力没有被扣。七个药要不要补一下？算了，反正我觉得这场应该要 GG 了。哦，继续打，练习，纯练习了。来来，青蛙青蛙，青蛙哦，会过来吗？好，跳过来。哎、欸，哇，又被吹飞，哇，死了。很扯，两次，喂、欸，三次哎、欸，哇，哇，打到超生气，怎么会设计这种龙？啊，这个我打应该不会再打他了，至少不会用长枪打。该不会刚龙有长枪很好用的武器吧？还是很好用的装备？
那我就换个武器再打。这能贴在他身上吗？我技术不够贴在他身上。哦，可恶！我想打四套龙，不走，死了。为什么刚才是耳鸣？就是。破绽来了！你破绽好短哦，不知道我们的破绽那么长，可以学习一下吗？哇，没有按那个防御加圈，差不多戳两下就要防。还有一下。哦，这个是大的，它有小的，有大的，对啊，死了，哈哈，猫车，然后两次，哎，我体力都没扣，为什么？喂，啊，再来，也好啊，我不用补命药，然后这次猫猫没有帮忙，给他个闪光弹好了。哎、欸、嘿，补一下药。哥，五哥。天哪，这字怎么这么难？再失败，我觉得我先去打阎王龙这样吗？那个阎什么龙啊？忘记了。我就被打到傻了，哇、哦，又来了，来这边吐风，奇怪，风那么大，他照理也应该一起失衡啊，还是他习惯在暴风中飞行？这场其实是来捡足迹的，这样想会不会好一点？足迹耶、欸，不要连足迹都不让我捡啊！咦，那边，噔，然后陷阱没有用啊，我可爱的陷阱不能用了。欸、所以他那个是不是血少的时候又会加强啊？希望不要啦，加强欸，人欸，不龙欸，对，跳来跳去，不要在他正前方，不要在他正前方，是我也不知道在哪个方向比较好，走一走都变正前方啊。小的，哎、欸，倒了！我已经猫两次了，其实有点想重来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掉好多东西，好想捡啊、喔！糟糕，想捡。啊、哦！不管你，我捡东西。龙秘宝哇！龙秘宝好烂啊！感觉是个一无是处的东西。欸、我可以丢闪光玉哦，忘记了，断闪光时间。欸，我还有装备，忘记了，这怎么都忘记了？
来看我看我丢。哎、欸，对啊，这样丢。哦，我把它解除了，还干嘛？丢。我。哦，八七了。嘿、欸、嘿，闪抗力完全浪费掉。一个超浪费。抗风压一点用处都没有啊！哇，这风这么大的时候根本不能打，完了！哇，没耐力了，我在干嘛？都不知道我在干嘛了。东西死，喂，没事。打了15分钟，一点进展都没有。哇，柱子都倒了，现在不能打了，等他没风。落石，喂、欸，哦，又倒了。还是真是其实蛮开心的，他会一直撞旁边，然后只要撑两个场景，这就很开心的，让我打爽了。哦。哎、欸，两下，两下没有办法用管子刺，还是其实可以用啊，我不会用啊。哇，被尾巴绊到，哇，死了。哇，超狠！哎、欸，他走了，哦耶！哦，主要是容易宝，容易宝实在有够烂。这我要怎么回血好？我想一下，啊，先把应急药磕掉。好少、啊，宇宙无敌少。爆裂结晶，哎，好，还在挖东西，时间肯定不够。一样的头骨，足迹哎，有没有足迹？还有磨刀，很奇怪的东西。然后我正前方就一个足迹，我在找足迹在哪里。咦，还是我的闪光有快捷啊？有啊，下，可是那是吸带用啊，下次再调。对，不然让我多戳两下嘛，好不容易接近他了。哦，天哪、啊！躲在下面会不会就不会被风喷到？哎、欸，我爬上去干什么？啊，他也可以下来哦。又在吹风，会吹风了不起？
这场应该过不了，点信心都没有了，准备第三场吧。我这风真的都不能打哦，我耐力一直扣。不公平啊，可以打不能打，哦，正前方耶，死了。喂，击吐我了吗？黑扑，哇，还会把人吸回去，这么恶心。是不是该请他吃闪光啊？在空中飞比较好打，并没有抽不到。来来来来来，不要吐我，其他好说。欸，掉东西了，可恶，想捡，掠夺刀，只掉东西吗？掉在哪里啊？结果已经不想管龙了，在剪掉的东西。哎，又被弹飞了，这弹飞还附加晕眩。一直弹，我血好了。完了，完了，怎么闪？哎，欸，其实他有时间让我跑哦，要集气集一段时间，我傻傻在那边格挡。哦，又来了，这个是不是就一直跑就好了？不要打。还捡足迹，哎，风，有风，哎，我一直跑又有风，夸张哎，远离暴风圈，来来来来来，来来来来来，哦，要绊倒，弹。现在他是强化状态嘛？不然我怎么一直弹刀？还是只是因为打的地方不对？哦，我又飞了。哦，飞走了，飞走了，耶！他还掉东西。哦耶，赚！這是什么？上鳞？只会掉上鳞片吗？可以掉个那个什么宝玉之类的、龙玉之类的，这样就真的赚了，超赚！掉个龙玉给我好吗？也没摸刀哎，等等再上去。哎，我会用网子，傻眼！用网子干嘛？然后闪光弹放着完全没有用到，找不到机会放。连闪光弹都不会丢，好惨啊！哦，又来了，很扯啦！可是这个时候丢闪光弹，哎，没路跑。没闪到，闪光弹失败。哎，你成功哦，闪到他没倒地啊。
因为现在是发怒状态嘛，打你屁屁！哇，好硬！中间有东西可以捡，很奇怪，为什么我只看到东西可以捡，再一猫就没了，还在那边捡东西。哎，又倒了，又很容易倒啊。又掉东西了。哦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东西在哪里啊？这里。还在慢慢爬，不捡。上龙岭，这边还有一个。为了捡东西，冲进暴风圈。哎、欸，捡错了。尾巴哎、欸，没屁用啊！尾巴，哦，他抓狂了是不是？我要捡尾巴，哦，没体力了，喝个药，哦。太扯了啦，浓密跑最没用的那种。哦，不给他个闪光啊，也不用下来，也累了，快戳。哦，好不容易累了，搓屁屁，哦，耐力不足了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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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没事，哎、欸，不对，中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这样也中，晕了，死了，我的尾巴。外围注意，围注意是屁股啊，不是围注意，是尾巴。喂、欸，他也上来，但可以打。我要飞走好吗？我要捡尾巴、啊。哎呦，那个吐血好像一定要收刀、哦。所以我看到在集气的时候收不到了，还来不来得及？收刀好了，又掉东西了，又掉了，哦，又麻了，捡捡捡，我觉得我光捡东西就爽了嘛。是为什么我这样捡东西，他就没有装备让我做，留个尾巴，先捡尾巴，尾巴尾巴，夺刀好猛哦、喔！哎、欸，这个是尾巴、喔，这么小一截，哦、喔，尾巴，然后还有没有其他？掉落物，哦，方龙，完，运气要喝掉，还有足迹吗？就没有了。哎，可以炸了，不能捕获啊。欸、我说不定可以啦，如果没有猫的话，废话，已经二猫了。其实好像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啊，
不会讲欸，就不要被打到这样吗？不是啊，就他放龙卷风就不要打嘛，然后不要像我一样白痴用脸去接他那个大的龙卷风，好像还好啊，不知道打这么烂还发表心得，欸，上不去，这怎么上去？哦，这边可以爬。阿拉花瓜时间，喂，大爆头一号、二号，再来一个大的，嘣！哦，欸，他打完了，哦，居然能打这个这么硬的地方，那我打赢好吗？我。是，哇，哦，哎，有东西可以捡，在上面打是不错啊，他没地方跑，哦，我错了，是我没地方跑，啊，不要捡了，不要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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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下去，哇，哦，要修，喘口气。哇，这龙卷风无法死了，哇，死了！第二发，第二发没中，运气真好。这怎么玩啊？上去好了，上去好了，哎，上不去。只有你可以上去，我上不去。哇，这个风太扯了啦！欸，这场景真的也是很坑欸，没有把它炸死的话就头很痛，还是我在跑掉去哪个大爆头狙之类的打，哇！这龙卷风不停，我打两下，我慢慢搓，我搓搓，已经不敢放开防御了。跑跑跑，贴近它没有龙卷风还好。但是有龙卷风我就很惨，上面还有东西可以捡欸，好想捡哦，又掉了，我掠夺刀真的夸张，不好可不可以弄到宝玉、龙玉、逆鳞这些，可以的话超猛，先捡，为了捡掉落物不要命的啊，完蛋了。但的这个龙卷风，有没有哪里一定没有风的、啊？哈哈，完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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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家都看不到，是不是我的爱路猫在打？哦哦。又有新的风，风太夸张了啦！台风呢？还是我现在是在放任它一直击它的风，越来越惨。都没打它，只是让它击风而已。回归域啊！我要回去，我想回营地。现在是在风里面，是不是？我已经不知道是在风里面还是在风外面了。啊，打！
快跑！没有风了，没有风了，又有风了，唉。回来啊！我去那里，我没办法打。我的，好，收收好。都是风啊！游戏怎么玩啊？要磨刀也没有机会，其实有啊，不敢磨。应该会有地方是无风带吧？然后这只其实是大型海王类，生长在无风带里面，死了。找地方磨刀啊！没事，不要死，快磨！他来了。这样会不会把我自己困在里面没地方跑？戳戳，我看不到我自己。哇，好硬哦！他明明累了，结果超硬，我问，飞走了，也要飞走了。我先回去补东西。他也会飞走。跳落物，忘记了、啊，怎么办？算了，忘记有掉落物，该来取在哪里？还有我没时间了啊，打赢好了，掉落物什么的，再叫猫咪去砍它就有了。你要我这什么东西不见了？这个是什么？忘记了。哦，大爆桶狙。其实可以用调和的。好，不管。带两个大爆桶跟爆炸菇去那边调和。啊，最后一次了，死了也用不到猫饭。加个攻击哦。掉落物一个没捡到，是不是台子上的那个啊？是的话就台子上的那个。钢龙真的太难打了，我要打十套龙，打起来超舒服，只要不要被他的那个吐的吐到。这样讲好像也哪里有哪里不太对。都不要被打到就都很好打啊。他没有睡觉，不能炸他。然后我回复药忘了，死了。我没有用回复药，你走过来。等等，我回去拿个药，我们再打好不好？没带药怎么打、啊？我居然没有拿药。我到底在干嘛？是这里吗？哦，重来！居然连药都不带。让我们重新来过。然后他不睡觉，这样我大爆桶就没有机会施展了，或者说炸的伤害比较少。应该只有一半哦，是不是？有没有大的哦？有在这边。喂。居然忘记带药就冲出去。哦，刚才不算，剪掉。还有十分钟，来得及吗？还有十分钟，大炮狙不能用。
欸，他回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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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又可以炸一次，还有十分钟，又有一次炸掉他的机会，是吧？看那个地方应该是欸，欸，对对对，是这里，又可以炸一次。哈，我这打这次打真的很烂啊！哎，你很烂，可能还不能行动。我在打什么？希望能赢啊！如果可以扫猫一次，就没有那么怕。哎，他又在睡啊。不能讲睡屁睡哦，不然又醒过来，起床哦，炸头，他不知道哪里肉质最软，然后我的掉落物件了，哦，又是搓背部，真的站错地方了，哎，哎，有头可以搓，爽，哦，赢了啊！赢了赢了赢了耶、yeah, 我不用打钢龙了，太开心了。对，我觉得可能拿个重弩然后加盾会不会比较好打。诶、欸、可以挖那么多次。赢了啦，不管，反正赢了。那个掉落物应该不在。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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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耶、oh yeah, 炸了两次，哦猫两次，再猫一次就输了，然后风压大感觉没什么用，抗性的风压大，唉，风压耐性还是那是什么龙风压之类的东西吗？不晓得。噔噔噔噔，勇气之阵，五龙骨哦，两个，我可以升我的枪了吗？好像还差一个。圈按住可以收起来。收的比较快，欸，耐杖出两个，掠夺刀杖，我大概多捡了三四个素材吧，没有认真数，然后还有一个肉捡。